热爱 Macan EV 的兄弟们，近期外媒又有全新的一个消息的披露，哥在这边啊做一个简略的一个分享。当我们谈到 Volkswagen 集团下的高阶电动车款啊 SUV Q6 e-tron 啊 Audi 啊，正处于备受期待的一个阶段。如果各位有看到哥上一部影片所分享的 Audi Q6 e-tron 的概念车，应该就会知道此款概念车跟现在 Macan EV这两款车型都是采用了最先进的 PPE 纯电平台的科技啊下去打造，而且目前这个 PPE 平台架构、可以说是目前福斯集团架构中最顶级的一个版本，包括 Audi 的 Q6 e-tron、 A6 e-tron 和保时捷 Macan EV 啊，都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啊去做打造的。就先前的一个讯息啊， Macan EV 在上市的时间略有延迟，但随着这个测试车啊的一个出现频率啊越来越少，违章车啊也逐渐的变少，可以看得出它发表的日期啊已经越来越近。近期外媒呢已经在这个欧洲啊再次捕捉到这个 Macan EV 的一个测试车，大家现在也可以在这个影片上看到啊，这辆黑色的测试车一眼就能呢辨别出它是全新的一个 Macan。 除了没有厂徽跟车名之外呢，后保险杆仍然有黑色的胶带啊覆盖着，但其他的地方呢完全没有遮掩，没有伪装。这也是隔在先前一系列的 Macan EV 的间谍道中啊最接近实体车辆的一次。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在新的 Macan 的一个前部啊，你可以轻松的辨别出它的一个特色，包括独立的 LED 头灯组和分成上下两层的进气口，下层呢还有 ACC 感应器的模组。此外，这款车的引擎盖从大面积翻盖啊变得更小巧。值得称赞的是啊，新的 Macan 的一个车系啊将同时提供传统动力和这个纯电动力的一个版本，并使用不同的一个底盘平台啊，但外观尺寸跟这个造型却保持相当的类似，这实在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个设计。 Porsche 原厂表示啊，考虑到目前用户对于纯油和这个纯电动力之间的一个转换的适应能力，以及充电站等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啊，他们认为搭载传统内燃机的 Macan 车型啊，最终是否推出市场，将等到2026年才能做出最终的一个决定。其实说穿了啊，就是依据不同的市场啊，跟不同的国家，因为他们的政策的一个制定啊，而推出或是啊决定他们所退出的一个机制是在什么时候。至于动力的部分呢，目前尚无确切的一个消息，但依据外媒的一个预估啊 ，EV 版本的最大输出可能达到603匹的马力，最大扭力达到了 101.9 公斤米。然而，传统动力版本可能会延续现有的一个配置，包括 GTS 顶级车型最大的马力为434匹。尽管相对这个竞争对手仍有进步的空间呢、但是在这个 Porsche Macan 呢、已在市场上面推出近十年，证明了当初啊 Porsche 进军 SUV 市场的正确决定，赢得了许多车迷的一个热爱。全新的 Macan 预计啊将在今年底啊正式亮相，并且预计在2024年正式上市。大家应该都知道，保时捷在电动市场上面推出了 Taycan 系列之后呢，取得了一个卓越的成绩。现在他们已经确定了下一款的纯电新车啊，就是这个 Macan EV 啊，预计在2024年正式的推出。这款纯电的休旅啊，预计在续航里程还有销售数字上面啊，将会超越这个 Taycan。而且就外媒的一个报道啊，保时捷计划在推出 Macan EV 之后呢，于2025年啊推出纯电的718系列。接着呢，在2026年呢、推出纯电的凯宴，此后他们还计划打造一系列的一个定位比啊凯宴更高的一个纯电的一个修理版本，代号为 K1， 预计在2027年呢、亮相。这款车呢将配备三排的一个座椅，提供七人座的一个乘坐的能力，可能会使用到比 800V 啊更先进的 920V 的一个架构，并且在提供越野能力的同时啊保持卓越的车辆的一个操控能力。大家听到格说到这边，是不是有感觉到这个电动车的时代啊确实快要渐渐的普及化？虽然还是有一群啊拥抱这个内燃机的兄弟们啊一直对于这个电动车啊嗤之以鼻，但就以现在目前啊各国的一个政策的拟定跟整个一个趋势来讲，车厂必须跟着这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啊勇敢且大步的前进。不知道兄弟们赞不赞同啊电动车已经来临，记得跟哥啊在留言区啊分享一下你的看法。爱车的朋友记得订阅哥的频道，兄弟们小小的一个订阅与按赞的一个动作，对于哥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进的动力。希望哥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 See you.
next time.